王者是谁的前道鞠躬，坤道躬，王者是好，王者是好，请坐下。各位前贤，大家早安。老师，早安。欧宝你好。
白天爱净化，咱的心嘛爱净化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讲含用在提升心灵再净化，咱先来讲这个在，什么叫在？一届搁一届，一届搁一届嘛。哦，咱讲无止境，也就是讲，咱无一个我搞这就好啊。伊就是一直落去，啊！但是这个在呢，做一个含义就是讲，咱的目标，咱的方向，咱来去个摆正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第一，那么涵养来自心灵的思维层次，因为讲涵养在培训心灵在进化，咱心灵啊都进化，无个再就是个进化。但是讲，咱的涵养跟培训其实有困难。所以，当咱今仔日涵养来从哪里，就是咱心灵。我今仔日安那想一件代志，我今仔思维里底，咱的这个在乎。所以有人讲，当你做工课，有人做到足粗的，有人做到安尼稀稀烂烂，但是有人做到足细足细足深，甚至也做到足入微的，有人会去感受到。哦，譬如讲啥呢？咱。
来告诉我们就不会有对吧，有很偏见，我们台湾怎么这么清气啦，路人都没看到本色，我们当然也要说一句什么，谢谢你来台湾，大家都有这个惯习啦，咱这个习惯性吼，就算讲咱袂有袂当本色，咱有正常嘞，这就是咱的涵养嘛，是无？吼，所以呢，咱讲，咱人有咱人的涵养，我想讲，咱是毋是有去读过册？吼，啊，对咱读册开始，咱是毋是咱想讲咱有一个中文涵养嘛？中文的涵养，咱来中文的涵养，咱讲是讲我捌想，我捌偌济字。咱含中文的这个含用爱广，是不是咱字嘛爱捌济？吼、哦，用词嘛爱济嘛。好，来咱即摆哦，看顶悬即搭只啦吼。咱安尼，安尼念过啦吼，安尼念过第一排哦。来，咱会晓念的咱念啦吼。来，第一，青、墨、细、直、四、太、四、吼、四、四。太极，极极呀！然后来第二行，为寻圆双度光雅。咱刚发现的一个原则，咱细汉在读册的时阵，吼国小国小时阵读册，老师甲咱讲啥？有边读边。有边读边啊来嘞，没边读中间。中间吼，大家拢是最高要的，吼，大家拢这个偏高。有边读边，没边的读中间嘛吼。所以咱上边啊字，我嘛唔捌，伊字叫什么字？但是咱知影边啊，咱就想讲老师同我教过，有边读边，急。要不后来咱第三行，黄桃是。汉回此林无有边读边啊哈无同寒露立来华所以咱人是毋是，也较想甲做咱家己讲，咱人就对，今仔日人咱讲，安尼一支一支放。
从对的颜色去，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一个惯性思考，对吧？我们人有惯性思考，我们的小工作要安怎做，来，就较清楚咱来，惯性思考好还是不好？有好有坏。对，惯性思考有好有坏哦。我譬如讲，咱平常去，咱都不清楚的。咱人是不是已经把咱思考的观念改变过来了？今仔咱无咧食草啊，咱咧食素食。是所以咱话，咱人若讲说讲清透了后，足久啊，好，咱先去菜市啊，路边有人咧烘烤肉，来请教一下，咱会安怎做？绕到乡下远的嘛，啊，如果无我多绕道的时阵。咱会安怎做？恐不是哦，不见那个人，因为烤肉没到，快走那个屋啊！哈，不，我后面不去烤了。我说你，我还没暂时停止呼吸。我，闭嘴不嘛？嗯，闭嘴。你那年的那年哦，这厉害，那好厉害啊！所以第一届老师教到，你无了，又用得啊。
哎呀，哎呀，哈哈，好，你呢？来，咱看这个人哦，这个囡仔，老师叫伊算讲要把这个房啊占满满嘛，跆拳道是不是先发先先的，一下卡那的，有无吼？来，老师靠来教方法，我讲把你这房啊顶满啊，啊囡仔敢有伊的方法？有无？吼，伊就想讲，你来这个房啊看。囡仔毛伊个方法呢？哦，我伫厝安尼伫破坏完，啊，即摆想讲老师讲要甲用个歹，我伫厝吼，我若要用啥物用个歹，我着跳出去甲占个歹，有无？伊搁跳出去，有嘛吼？啊，老师讲遐，你老师讲即个教练甲讲个，你用一支脚用个歹吼，我无法度用个歹，我甲冰倒，我一支脚拖个海落去，然后咱到到看迄个一片子嘛，是无？我阿孙人讲。囡仔伊即种个话，囡仔伊够用伊个方法去要甲这个房仔用个话，有，因为是老师甲讲个呢，因为伊想要想办法去啊，讲我甲这个房仔要来用个话，伊用伊家己个方法，是无？跳起去个白针，或者是伊脚甲搞破坏个老腿，吼，是无？伊够伊个话，有嘛？好所以咱看哦，生命就这话。咱讲六根是概念，必是心意；六根是色声香味触法。我安尼看，红怎样红红的迄个法对应着咱的意。因为咱的法就是咱人的思维，咱人的思维想想出来的，迄种的物件叫做法。我咱咱咧讲会当去，他们当去体会。嗯。吼、哦，所以咱有足侪方法嘛。我阿叔讲，有一个名词叫做法界，你敢捌听过？哦，是法界，你敢捌听过？哦，因为咱人思维的占处的无同，吼、哦，你若三回占处，吼、哦，伊毛迄个伊三回即个法界，十回有十回的法界，所以呢，当咱人因阿去经过咱修行了，或者是无修行，伊的思维就去决定成功。咱人有个一个，咱的这魂，咱的这灵是对一个法界，所以呢，咱讲什么叫做法？哦，咱即马做一个解说就对了吼。什么叫做法？佛法是法，是法界内底的上顶圆迄个法。敢有其他的法？是法界内底佛上顶圆，咱敢有其他的高的界数？有，所以。有人的法，有天界的法，吼，有阿修罗的法，有畜生的法，所以法也是有分，因为根据咱人，咱人发出来迄个意念，迄叫做法。所以当咱今仔日世间所看到的，包括有的宇宙，看到会当感受到，迄拢叫做法。吼，这就是咱法，大家对应这个，咱用用对应用经说。印出来哦，后来咱再来看，来印证下做迄个话。咱看这个图，你感觉咱看到啥？来看到阿爱的手，看到土爱的手，好哩。还有看到啥？来看土啊，看阿。有啊，土啊，阿拢有。开始有发现了咯，我开始第一眼和第二眼落去了，敢有感觉无同款？有无？当年那日，我若感觉有是好的时阵，咱看顶款，迄个都是变好大的耳朵，有无？是啊。哦，啊来是不是伊的目睭拢无同，拢小同啦吼？但是阿爸迄个变成伊的嘴啊，是无？吼，就变兔子了嘛。啊，如果说咱若想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啊，迄个牛，咱是那时候袂注意个嘴，有无？个嘴呢，咱夹咱个虫嘛，哦，蚯蚓什么也是什么小虫子，好是无？所以当咱今仔日，咱人个思维，我今仔日我若看到这是土啊，老师说，老师甲咱讲，你看到这个图，写一个故事出来。我若看到土啊。我得跟他说，兔子眼睛是红色的，他喜欢吃红萝卜，好，后腿比前腿还长，
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如果我今仔日拿过来就是啊，啊，在水里面游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它的叫声是啊，不是，它的叫声是什么？呱呱呱哦。嗯。我怎样？咱个重点在变先讲，我今仔日快点啥？想快速的就不要去啊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重点在那边，咱重点快点，这是好啊嘛，是啊。咱心是愈来愈快，咱快的等级就无同快，是无？所以咱看哦，囡仔囡仔，咱要想较早迄个囡仔啦吼，伊是毋是用药法咧病，有无？但是老师一直甲讲叫伊爱答对，叫伊爱答对，吓、啊，顶关，答对只，答对只，有无？迄、那个囡仔开始听到的时阵，伊敢有听老师的话？伊无呐，伊先变伊的波有无？变波波啊！伊讲啥啊？我跳去顶悬啊，搞破坏啊！啥啊？都当下都袂换。老师敢有咧讲？老师敢有讲道理哦？无嘛，伊甲讲一支脚就好，对只个大个打落去，搁一届，搁一届，搁一届。老师一直咧甲讲对中央个打落去。但是这个囡仔有听，敢有相应？无啊。还是敢有相应？无无。无嘛。啊，但是后尾啊，甲伊变波变波无数了后，老师咧讲伊敢有听？有哦。伊敢有相应啊？伊听会落啊哦。等到听会落了后，伊敢有起歹行？有无？伊就对中央大人甲打落去。伊敢有死在当下敢有破去？有哦。有。好笑呀！我好笑，够笑呀！咱囡仔的烦恼这，就咱阿多阿公讲，囡仔囡仔分十个功课。世尊所讲的，咱叫做啥物？佛法嘛，咱是不是咱一直咧学这个叫做佛法的物件？好，佛法是不是药啊？我来讲药就是叫佛法，就是法药嘛。佛药，佛药，好，咱够看过经典。有啊。经典。嗯，吼、哦，好无讲看过经，咱感觉加减啊听过讲师讲课，有啦吼，加减嘛吼是无？诶，我想呐，看哈侪本册，我是安怎看哈侪经典？我是安怎来度量？五担、十担、十五担、二十担，我搁感觉度也无啥。是安怎咱有这种感受？刀也无散，刀也无作用，啊嘛是安尼去啊听道理尔，也袂流血，吼，也袂变东变西，吼，也袂伫遐咧变魔术，足平常。欸，是安怎有这种想法？是安怎？哦，啊是安怎？咱受这侪冻啊，脾气毛病依然存在。依然存在是为什么？我能够你想过这个问题？吼、哦，当然，我今仔日予囡仔去，咱囡仔去让囡仔去读册，嘛希望讲伊囡仔有所成就，对无？咱囡仔去来学堂听课，来收听，吼、哦，咱讲咱来入道入道苗好啊啦。我们进了道场来学习，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所成就？咱来讲，我一定收到不啦？安尼就对。咱讲，咱到比以前较进步，咱的思维够改变，是安怎内调？因为咱今仔日这个法，咱无去和他相应，我们没有去跟他相应哦，所以咱就无法度去受用。啊，是安怎？经典咧看，课咧听，到底问题出伫底？第一，无心，有无？但无心嘛，人都叫我来，都来歹势，就只无拄我转来，好，我要转来啊。无心，甚至可能拢无要来，经典咱嘛无要看，是无？第一叫做无心嘛。第二，有心无，但是无用心来咱看。这张是咱第一档朝天宫，是毋是拢在祈求？吼，祈求嘛，妈祖哦，慈悲哦，吼，啊那，这个囡仔难写啥祈求者，歹势，行个鬼歹势，把迄个农历就白甲补掉，
小三的，妈祖保佑我考上国立大学，你真不？过一阵天，妈祖看到这干的，一阵风吹过，大事啊呢！是啊，是学下。国立大学啊，是国立大学。学。刚刚看出来啊，我国立大学哦，我之前我这妈祖嘛，太平妹去查我妈呀，这个古大伯，你改下国立大学。你见妈祖快，那个妈祖快点，和平妹快点，妈祖这个等我去查。好，快点嘛，三条线呢，是不？所以这叫做有心。是无，我咱袂使讲伊拢无用心啦，但是就是讲无够伊个程度。啊，但是为了安怎，有用心，但是煞侧用心，咱们听这个意思。有用心哦，但是侧用心，这意思是对的。咱刚刚听，刚刚看到那个水吼，水是一个地上石头啊，顶端，我看滴哦，咱若地上当。石头够磨损，有嘛叫滴水穿石嘛，是不？是安那地震当，连这块石头，连气甲，连刮一下皮都拢无，规丛呵呵，是安怎？对，阿哥咱浅显讲一句，互咱即摆很牛浅显讲一句，啊，着无对啊，无对嘛，因为水无滴伫迄个石头顶端。Thank you.